在2020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来自深渊剧场版，这是延续番剧来自深渊的后续。如果你没有看过之前的番剧也无关紧要，因为在看完这部番剧后很多人都会去补番，更何况我之前也已经解说过了。故事的背景是在1900多年前，人类发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垂直深渊，里面有大量未知生物，但同样也蕴藏着无数宝藏。现在人类已经在这个垂直深渊旁边建立起了一座城镇奥斯城，而这个深渊也被赋予了一个名字，阿比斯。女主莉克在邂逅一位失去记忆的机器人雷格后，两人便决定要前往深渊最底层奈诺之地。莉克是要去第七层寻找自己的母亲，而雷格则是想要去第七层寻找自己的身世，因为他本来就是第七层的稀有宝物，为何会突然出现在地面之上。而剧场版则是以他们来到第四层深渊邂逅了变种人类娜娜奇开始讲起。娜娜奇有一个很好的伙伴米蒂，如今已经在深渊被折磨得不成人样，虽然拥有不死不灭超出再生的特殊能力，但无法言语和行动，以及丑陋外表几乎让米蒂不想活了。他跟娜娜奇本来都是地面上的孤儿，但有一天一位来自第五层深渊的白底探险家黎明清却诱骗了大量孤儿前往深渊做实验，目的就是要调查清楚关于深渊阿比斯的上升诅咒。探险家也被划分等级，白底就是最强的存在，可是即便强如他们，在下潜到深渊后，如果想要重新回到地面，也要承受非人的痛苦，甚至是死亡。而如果是普通人从深渊六层回到五层，仅仅是一层之隔都会瞬间死亡。凡是牵扯到上升这个词汇，诅咒就会施加在探险家的身上。黎明清要做的实验就是让这些孤儿乘坐他研发的深渊电梯，承受两倍以上的阿比斯诅咒。而娜娜奇和米蒂就是在承受诅咒的同时活下来的幸运儿，两者不同的就是一个失去理性，一个保持理性。娜娜奇不忍心看着米蒂被黎明清折磨，找到一个机会逃出了基地，随后才和雷格利克他们相遇，并且娜娜奇在跟雷格利克他们经历了一些事后，对他们两人也产生了信任，还发现了雷格的机械手臂所发射的火葬炮足以彻底消灭米蒂后，他十分不忍地请求雷格让米蒂解脱。之后三人一同准备前往深渊底部，现在的他们正处在深渊第五层，想要到达第六层却又必须跟黎明清碰面，只因为他的基地就建设在第五和第六之间的跨越处。无可奈何的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前进，没想到迎接他们的却是自称黎明清女儿的普努修卡。他的性格活泼洒脱，在见到真正的黎明清后，他更是毫不畏惧地扑在他的身上，而立刻三人早已警备起来，但黎明清却没有对他们出手，反而在得知米蒂解脱后还拍手叫好，这种姿态让娜娜奇格外愤怒，但知道自己等人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只能低下头请求黎明清可以放行他们通过第六层。想要前往第六层就需要有白迪的证明，而且白迪必须本能才能使用，虽然立刻身上有母亲的白迪但却起不到任何作用。无奈他们被迫暂时留在了黎明清的基地，黎明清的热情让他们三人有些不适，这跟预想中的完全不同啊。但果然在立刻半夜睡醒后，他发现娜娜奇和雷格都不见了，而娜娜奇其实是去找黎明清求情，他打算以自身为筹码让黎明清给立刻雷格他们放行第六层。可不用娜娜奇说，黎明清本来就没打算放过娜娜奇，他是最接近黎明清研究的实验品，而至于娜娜奇的要求也大可不必，因为雷格早就被他抓走，奈诺之底的机器人这是多么珍惜的实验对象。黎明清的手下骑手已经让雷格的机械手臂取下，幸好关键时刻是娜娜奇出手阻止了骑手，而普鲁修卡也带着气喘吁吁的立刻赶来。从休息室到实验室这短短的路程却差点要了立刻的命，因为在他醒来试图寻找雷格等人时，直觉告诉他雷格他们就在楼梯的上方，但是走上楼梯也需要承受来自第五层的阿比斯诅咒，只是前进一步立刻就看到自己全身被分解的幻象。幸好是普鲁修卡赶来，利用自己的宠物带着立刻前进，可即便能够暂时阻挡诅咒，可却也让立刻有些不好受。普鲁修卡甚至将立刻他们三人给放行走，因为普鲁修卡从出生就在第五层待着，他在立刻他们口中听到了很多自己憧憬的地面故事，甚至如果可以的话，他真的很想很想跟立刻他们去冒险。而普鲁修卡之所以敢如此大胆放走他们几人，是因为他天真的认为自己的父亲不会伤害自己，但他却根本不知道他的亲生父亲只是某一个骑手，他跟黎明清压根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黎明清现在着急抓住了一个他们，立刻十分清楚自己等人跟黎明清的实力差距，所以他们只能利用地形来算计他，还要引出沙岩地带的最强生物七尾大头蝎来对抗骑手。可虽然解决了骑手，但最大的麻烦黎明清却毫发未损，无奈雷格只能挺身而出战斗，目前己方最高的战力就是他。但实际上雷格只是幌子，因为真正下杀手的是躲在暗处的利克，一只带有深渊第四层的剧毒幼虫的剧毒弓箭射中了黎明清，剧毒幼虫瞬间侵蚀了黎明清的大脑，短暂的失神让雷格有机会将黎明清击落到水里。
而这个时候只需要利用好阿比斯的上升诅咒，就足以让黎明青的肉体被摧毁。因为雷格是奈诺之底的稀有宝物，更是机器人的存在，所以阿比斯的诅咒无法作用在他的身上，黎明青被击败了。但是让雷格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位骑手在摘下黎明青的白笛和面具套在自己身上后，黎明青就这样复活了。不敢置信的雷格冲上去试探，结果却被轻松制服。不是黎明青的实力变强了，而是他之前压根就没有法力。他之所以会上演这一段苦肉计，是要刺激被骑手带来的普鲁修卡。在看到父亲死亡的那一刻时，普鲁修卡是害怕，是恐惧的。可在看到复活后的黎明青，绝望中的希望让他更加珍惜对父亲的爱。黎明青的实验目的达到了，他不再隐瞒地告知了娜娜奇一切原委。原来他实验并不是单纯要调查阿比斯的诅咒，而是想要调查阿比斯的祝福。其实之前米蒂和娜娜奇的实验就让黎明青发现，阿比斯的诅咒虽然可怕，但是如果有爱的存在，就可以打破它，并且获得阿比斯的祝福。那次实验是米蒂对娜娜奇无私的爱扛下了双倍的阿比斯诅咒，所以娜娜奇便享受到了阿比斯的祝福。只要爱达到一个高度，一个顶点，只要心甘情愿为一个人牺牲，这就是关键。所以他才不惜让自己死一次给普鲁修卡看。此时被打昏的普鲁修卡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眼看自己的实验已经无限接近于成功，黎明青暂时放过了利克他们，毕竟在第五层的他们又能去哪里？回也回不去，下也下不去。而回到基地的黎明青将普鲁修卡全身都做完了标记，这些记号是代表准备要被切除的不必要器官，然后被做成名为炸药包的工具。黎明青除了研究出阿比斯的祝福以外，甚至还研究出了可以抵抗阿比斯上升诅咒的炸药包。更直白的意思就是让这些孩子来替他承受诅咒，被称为诅咒转移。可想而知，之前收养的孩子几乎都成了炸药包的材料。醒来后的普鲁修卡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噩梦，他还笑着跟黎明青说自己想要去看看黎明。黎明青就是这样来哄骗孩子，在绝境中给他们这些孩子安慰，取得到他们的信任。普鲁修卡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个这样的孩子了，而普鲁修卡已经彻底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消息，立刻他们却浑然不知。反而几人总算想明白了黎明青复活的原因，那是因为深渊宝物精神隶属机，可以将一个人的精神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上，肉体只是一个农具。想明白后的三人决定去营救普鲁修卡，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先去给雷格充电一下，毕竟雷格被立刻唤醒的时候就是在一次电击下。加上娜娜奇发现雷格的头盔上有个代表电量提示的记号，电量意味着雷格能否继续行动以及发动火葬炮的燃料。现在火葬炮发射的次数估计不超过三次，使用完后雷格有可能就会陷入沉睡。但是充电却也可能让雷格失去记忆，因为唤醒雷格后他根本不记得以前发生的事情，但他们没有选择的机会。雷格一人去寻找充电桩，娜娜奇和立刻去寻找普鲁修卡，但是他们终究来晚了一步。娜娜奇看到这昏暗的实验室特别懊悔，以前他不知道帮助黎明青制造出多少炸药包，在沉痛的过程中黎明青来了，他没想到立刻还会回来，看来是为了白笛。这句话让立刻他们不明所以，原来白笛的材料竟是以人类为媒介，而想要成为白笛的媒介必须是自愿牺牲，跟阿比斯的祝福有些相似。而冷血无情的黎明青则利用精神隶属机将自己的肉体献祭给自己。话音刚落，充满电量的雷格突然出现攻击了黎明青，立刻发现雷格竟然跟黎明青打得不相上下，但很快他就发现雷格真的失去了意识，慢慢的雷格还是被黎明青压制了。愤怒的他打算使用最大威能的火葬炮毁掉基地，幸好娜娜奇唤醒了狂暴下的他，可即便如此，收力后的火葬炮仍旧威力惊人。基地被毁掉一半，黎明青仍旧毫发无伤。他带着雷格来到一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跟米蒂一模一样的变种生物，可想而知这些都是被实验的孩子。清醒后的雷格很显然战力不如黎明青，但是凭借不会受到阿比斯诅咒的优势，他不断消耗着黎明青的炸药包。终于当最后一个炸药包被用完时，黎明青真的获得了最大程度化的阿比斯祝福，整个人的身体变得犹如异种一样，而身上的炸药包就是普鲁修卡的。此时的黎明青无比的强大，雷格使用火葬炮都能够迅速躲避，但是他却忽略了消失的立刻。他找到雷格之前被切除的机械手臂，一发火葬炮将黎明青直接毁灭。战败后的黎明青用了最后的力气夸赞三个孩子，他们的智慧和胆量真的让他佩服，打败了两次的自己让黎明青有了新的憧憬。如果可以的话，这群孩子可以比自己探索更深的深渊。他送上祝福，说完黎明青的面具熄灯了。可是新的黎明青仍旧出现了，但是这一次他却目送着立刻他们三人前往深渊第六层。哦不对，是四人，因为死去的普鲁修卡以全新的形式陪伴着他们去冒险，他自愿牺牲成为了立刻的白笛，开启了第六层冒险的资格。故事
结束。看完后我相信大家一定想对这个结尾来个黑人问号，竟然洗白了，你敢信？这为了探索深渊无恶不作的大魔头黎明清竟然就这样洗白了。虽然观众并不能接受这个洗白，但就是给了一个很合理又不合理的解释。来自深渊本来就是一部治愈动画，这部动画在番剧开播的时候以一幕幕极为温馨的画面哄骗了观众，随后揭开的血腥残酷让观众有些措手不及，可最无法猜到的是这些残酷背后竟然都是在歌颂勇气和坚持。你虽然很不能接受，但主角团全员的智商在线让人又很难吐槽剧情，那紧凑性真的是让人看着肾上腺素飙升。动画评分高达 8.7， 这是多少动画无法达到的高度。可是当死亡成为了理性牺牲，当黑暗成为了黎明，人们的三观到底能否承受住这样的冲击？而这部动画之所以会被称为神作，最主要就是作者在这虚构的背景下表达出了真正的人性，贪婪、欲望、希望还有黑暗。人生本就如阿比斯一样，诅咒和祝福，你想上升不就是需要承受这样的待遇吗？套用唐探的一句话，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请你记住深渊也在凝视你。不知道各位观众对这个系列的动画是怎样的一个看法，我还是无法忘记当时被朋友推荐来看这部动画的心情，他跟我说是治愈番，就冲这人物造型我真的信了。我是少年，一位迷人又可爱的97年男孩，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请点个关注，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拜托拜托。